这还怕不怕？不怕。大声点说。不怕。不疼吗？没有骗你吧？不疼吗？谢谢大夫。不打。为什么不打？我就是不打。为什么不打？是这儿打吧？是的。行，来过来，听话。上。干嘛？滚！别动。你哭什么？小朋友，乖，打针不疼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别哭了。你稍等我。好的。我赢。爸爸不想骗。打针是疼，但是只有一点点疼，就这么一下，你能承受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自己吓自己啊。每个人都会害怕，爸爸也会。但是勇敢的人会去面对自己心里的恐惧，去战胜它，懂吗？当然你今天可以不疼，但是你是想做一个勇敢的人，还是想做一个胆小鬼？你自己选。勇敢的人。好，打吧。以后打针还怕不怕？不怕。大声点说。不怕。所以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。对，要做个勇敢的人。晚上想吃什么？牛肉肉。一条肉啊，行。爸爸，快看这里只小猫。谁的呀？喜欢吗？喜欢。怎么样呀？打预防针哭了没有啊？没有。这拿什么东西啊？看你啊。干什么？好不好玩。哪儿捡的猫啊？医院的小野猫。野猫你也敢捡？这要是挠着小军怎么办？哎呀，孩子喜欢让他养呗，男孩子怕什么？小军，找到盒子没有啊？你就惯着他吧，那么小哪会养猫啊？到最后还不是我照顾。